人家在拿下来了，都看见心了。嗯，不砍了。给他翻甲拿嫩吧，翻甲上。中了。要都滚的呀！哎呦，赏妈吧，赶紧赏妈吧，就赏那个吧，赏整个妈吧，是不是？你都得个妈，你不赏赏？商量商量。咋那么烦呢？给他攻了，这招，你不能给他攻，跑给他弄。牛头棍都先别慌了，你牛头棍这一下都给他，你跑一弄，牛头棍都给他破了。先别慌了，先别慌了，你还有啥好气的呢？没有了，你这也没有了，你接好人。你先把牛头棍把这个中门炮给他弄了，然后你都可以上。他要是下来都扔菜的，咱这边就局踢一步出来。你踢一步局，先踢一步局。先踢一步局。我这给你。哎呀，这个厉害的。这个可厉害了。哎呀，你能吧？靠，不能的。你这个棋走的。哎呀，你抓牌了。这个棋走的。哎，丢完了。哎呀，别慌了，咋了又？哎，没反正。自己弄自己，自己别自己来吞了。啊，你这是过去。先上吧。我是搁这儿。啊，你搁那儿，先赶紧上。这我都不害怕的，这我都不害怕的，这最起码。你，还有哪里的？我没咋办呢。嗯？你那个马踩他那个？别踩他那个。踩他那个柱呗。别踩他。踩那个柱呗。敢？敢不敢？敢。敢不敢？咋不敢？你踩了都是踩他了。踩了到这儿威胁到他那个，这吃到那马了，你踩他。他说伤的。哎呀，伤的。你踩他那柱呗。你把狙出来了，你踩他的柱，这就把狙开始，可他跟他来着，那一下都给他打过来，打打，你先把狙出来了。咱还是就这吧，还是这一步，老老实实的，从这儿上，从这儿出来，从这儿出来吧，那个。看着不错，身材，太像了。这小咋咋的？这回都有劲了。嗯。你去做的好了很多，是吧？嗯，对。是啊。对。上。上跳的咋办？咱这个。这是去个通路。把车过来。啊。把那跑过来。这马车路不都错了？哪嘛？坐马不能，哎，坐马不能车路。那是干。这个马是能吃啊，能吃你不吃吧？我觉得是现在能吃，我现在要是吃了这吃了好，还是上了，上了他给我吃了，是不是？你看有松针了，那你他先把马先搁这儿，先搁这儿，能怼他一小吧。现在你还不能拿他，你现在一上他能，他就举不了，他就举啊，对。哎，把马等了，哟，那走着了。你不吃他，他要吃你。那是。等嘛等着，哎，你看看，是的，我让你吃吧，你让你吃吧。你看这块钱够，块钱够。关键这还是别，还是丢个嘛呀？丢了吗？这样子，还了吧？还了，还了他了。这帮人今天要还价。哎，那么厉害，你们吃的，家当的。你们吃了吧？他不吃。啊，你要吃了吗？你不就上去？哈哈哈哈哈。那这局干把嘛都吃不中，那不吃，吃不中，还中了，还中了。哎，吃了太好了嘛！出局，老先生，嗯，打个枪，还下呢？哎，丢了呢，顶了，但关键吃了，这顶了，直接吃，敢吃了，吃了吃了，他完扔了，哎，不中不中，敢吃？不敢吃呀？你现在不敢吃？这个店里头了，打一猛攻嘞，马起不来。人家他妈把局都破了，这气死气的。搁这，搁这。那也不大了，啥子气都没有，搁这不顶着，顶着一下上。家长的，你要吃它？嗯，你咋吃？吃了，三个香，怎么三个香三个？我这现在意思是先把香烧了，是不是？你先把该人家走了，该他走了。嗯。
先把香烧上，他都没打劲儿了。三万吧，他想往这儿来了。哎呀，这个嘛呀，跑这往这。你这嘛给他几个人去盯着的不？就给他下来。就是去的。这嘛就一来，这都等着去，先往这儿躲藏。就那看你看了。哎呀。把这马子赶紧碰了，赶快下来。上来了，走。不要走，同车转，同车上个四一会儿，我去。上车都走。这个士兵来，这个赶紧出马吧，出马吧，这门上十五外块将，现在只有这样，赶紧上十五外将就不中，一会儿。你给换了，那你现在他要是放中间炮，放中间炮，中间炮，放中间炮，要威胁到哎，绕着举个针了，绕着举个针了，人家白给你吃了，绕着举个针，哦，对，这要着闷了，哦，够吃了，够吃了，他吃了这要着闷了，够了也吃不着了，吃的够足，你一定把举给你吃了，一定吧，当还是放到，啊，那你让。把这个饼给它捏了吧。这都不要了。你的炮不要了？不要了。想赶紧抵住这个炮也抵不住呀！你现在，快点追住他的炮。这不是个马口，三千多炮呢。他现在马在那搁着呢。马口的两步。马口。就到那儿给你等了。开了这两步了。那要么你都看着跑，你现在都能上上跑，现在都能。你刚才跑也得练跑了，看他跑。跑了，你还能看着了，你不看着也看着。嗯，他一下去，你那半下，也是要吃。耶，给他不两个。他要是硬能对。冷太了，吃不了吧这？啊，吃不了这。他想冷太了。哎，想冷太。你这个火气，跑的都火气喝不到吧？跑的都喝跑的，看会看就跑了。就粘住这吧，粘住这个了。对，粘住这个。出不来。粘住这个了，这个马下来也可有力啊。下这儿，往右撵一步。他这一僵，他都敢给你打了。你瞧你了，现在。知道吧？他现在吃不跑，他吃不了。他现在还是吃不了炮的。现在这意思是，我现在是把这个马烧上以后上到这儿，往这儿啊，几步，这得好几步的，一二三。那都包不都出来了。啊？你是我这都包不着站上来了。对，来了不站上来了，这墙。你上这，走上那个，这个墙，他这个可以出来了。你上那边儿，往外上，往这儿上。这能上？这边上算了。你往这一，
那可以，那是时间了。坑石，浪坑石呢？你这时间了。不中不中，浪坑石，你要是还是浪坑石，可以石。这人也啥中石？啥中石呢？你不知道啥哪个石？这俩石都叫石。那你现在的啥俩石？这真的啥人中石？嗯。啥中石？外边吧，呀，一外出来还是个呢？出来的还是啥呀？还是啥？把马桶推过来。对，把马桶只有冲过来。都看着。嗯。就这吧。你不能弄弄中石，你不咋弄？你不能那是他就是更能重视了，为啥说我这这想不得清楚这个套路就走了多好他走位置吗嗯多好提到那儿对提到那儿提到那儿要是提到那儿上个忙你完了以后这桌子连家家当门的上忙咱们还是忙走了走吧咋给他加班呢？加班们他就是举早了，知道吗？这会儿还不走。加班们咋的？这加班们就……那你现在他就是，如果说他要是再往前走，那都退不来，退不来就好了，一个都走不了。成了啊！他现在他要是能干啥？你没看这一片啊？我辱了，我的小狗跑了。啊，你这他都没关系，他技能关。还能再说，来小狗，快来。现在是。人家不行，人家不下来。走了。没有关系啊。啊。没有关系，咱俩讲吧。走。哎呦喂，这老子不会走了，这老子。上马吧。你上马。到哪给你吃了？我打一枪。现在还是上上。你上吧。那就是。还有工作呢。走了哈，这个这个钱走了很有意思。那也办法找你，你也好好工。嗯，我工作啊。这种重要，行，搞个椅子局吧，搞个椅子局吧。对，看到香狗，看到香狗。你说你不能走，你跑不远了，再到你都跑不了。我哥们儿，我应该提起，嗯，提起吧，平平接啥的，你先过兵吧。我那个兵跑吧，抓不好，抓不好。他的精力兵都没走，你过兵你不找他兵，他都找你兵。咋着兵呢？你咋打听？嗯。他跑店那儿，我店那儿，店那儿把酒吃了。你吃了我都感觉平安，这是我的酒。你把这摔着不会动。你想想，我就这横着拽着药跑，这也不敢吃呢。人家说你不找他平常找你。这根本都是平局。反正你不，那你想平了呗？你说这人你不出来，了都不会动了。你平一进草子脱了没？哎，我说一下，哎，把跑成了啊。啥跑的了？啥把跑的？啥都跑的。啥？那叫什么？对呀，那咋不懂？那你说什么？不等了嘞。嗯。退一步就多了。退一步？一步他要我，他要负责。我是觉得讲义的。他现在是，他现在准备往这儿来。人家现在搁那扎这儿，叫老姜来了，自己老姜来。把那东西都跑，那还有气呢？你妈讲你哦，拿窝巢讲你，把这局又吃了。哎呀，你大家又是，你窝巢又没气了，一样。
就给他搁这儿，你叫他踩吧。那他过了以后，一夹不就死了？我给他一夹了。一握的，一握一夹。说谁来的？没有，那倒什么事情？那咋不是？那怎么可以？一握一夹。那个石头有点跑了，我死不是。那搁冲下来了，你怎么也当中又跑？不是夹完去了，那你搁那中，你搁那也当不着握呀。你举放到中间的呀。你放中间那边一握一这劲冲不出来。咋不是？这个举搁这儿了呀？这不是这正要过呀？一握。让他举搁这儿，我死不会动，我夹在身上跑不开着。我他现在他跑的，你看我怎么你看，我不是，你看你在中间，他都把放中间，你讲完人家出来，你一看这讲有人家上这跑看的，这放中间，你放中间你看，这丢着跑的，死了他。搁到这儿，对。我啥意思？妈，我到这儿我跑就没了嘛。妈，你都跟着他死了，这不是他死了，往那边走死了。跟着会容易，你不能走多。走到那儿，出来也死了。你来这个地方可以。就是搁中间一步，就是搁中间，唯一的一步搁中间。跑你车吧，你搁到车了不？重新办，重新办，重新办。